Hello，大家好，我是永航。那么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哎，开头呢，你看着这2秒啊，不知道是触发了一个什么 bug。这次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国战纪：一统中原》的一个无双版啊。这里的话呢，是给大家来一个新版本诸葛亮的一个简介啊。这个版本更新之后呢，这个简介呢有所变化。然后呢，这一局游戏呢，我是一共捡了7把剑啊，捡了7把剑。然后的话呢，这个6剑的话呢，还是需要点运气啊。这里7把剑呢，有一把剑是重复的啊，有一把剑是火箭。然后呢，咱们来看啊，来看今天这个游戏。这里的话呢，我是选择了一个上臂模式啊，上臂模式，也就是俗称的第二剧情。然后呢，开始呢，我打快点，必杀清兵啊，之后呢，AP 清兵啊，然后呢，这些怪呢，我就不打了啊，把这个游戏的流程呢，这个稍微往上这个紧凑紧凑。夏侯惇的话呢，是个随机爆装备啊，没什么用啊。这里呢，我开启了一个 AB 杀兵之旅。然后呢，给这个小道具捡一捡。正常的话呢，你往上走呢，可以捡一个这个什么啊？可以捡一个这个陆逊的一个血书啊。然后呢，我这里也是这局游戏呢进行了好多次，因为运气实在太背了。第二关的话呢，要么呢就是给这个，要么就是给这个第六关血战斗荆州啊，没有这个和氏璧呢进不了暴剑密室；要不呢就是第二关给这个定军斩夏侯，没有和氏璧呢捡不了七星剑。啊，要不呢，就是好不容易有一把运气正常了啊，然后呢出现了开头片头那个死机啊，不知道是为啥就死机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这局游戏呢直接选择了一个快打啊，快打。然后呢前面呢也是依然是这个选择呢是先建一次王屏，这样的话呢，如果先有第三关呢就可以那啥了啊，就可以那个早点啊，就可以那个不早点去了，就可以进那条路线拿兵剑了。OK，那咱们开始啊。这里呢，上面也不捡了。上面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个葫芦娃是吧？有一个大娃一下就碰死了。建议大家用诸葛亮上去打的话呢，可以拿一个陆逊的圆锯令，然后呢丢一个神仙笔，丢一个毒气，之后的话呢用一个陆逊的令牌给他打死就完事儿了。之后呢，这里有个大鹅，咱们呢把这个抽奖令牌捡上，直接走去上边。因为的话呢，第一关呢，你想拿火箭呢，你必须得往上走啊。然后呢，你单打想拿火箭的话，是在第一关是做不到的啊。你必须的话呢，得有一个队友。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第一关的火箭呢，就叫一个马超啊，叫个工具人马超来帮忙。这里呢，咱们继续 AB 啊，问题不大。把这个战鸟机捡上啊，战鸟机还是比较重要的。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呢，抽一个奖，抽奖用掉，把道具格先腾出来走。哎，抽了个血珠，还不错。我这里呢，一般抽奖呢，都是这个大雷。大雷劈我一脸，这里呢抽了个血书，然后呢莲花清一个兵，之后呢 AB 继续清兵，然后这里有个双 boss，我们来看啊，这个双 boss 的话呢，说实话不太好打诸葛亮，我这里呢选择骗个气，骗一个气呢来个 BCD 枯水，把这个铁甲加吕蒙啊尽量的都给他搞死，铁甲是肯定死了，把这个吕蒙尽量给他搞死，这位置呢他砍我2刀，没事啊，有气了，爆 BCD 呼一个大水，啊问题不大，然后呢继续连着呼。调一个毒气筒，等这个呼完吕蒙之后呢，丢个毒气追地，先把吕蒙搞死，先杀血短的，再杀血多的，问题就不大了。能呼四个啊，一个气的话呢，只能呼4个水。我没调毒气吗？那好吧，来看呼完水，落地啊，没调毒气，压起身，好吧，起身没压上啊。这里呢想压个起身安全招，打一个毒气，然后呢这个地方我忘了我没五级了啊，我之前一直打的这都是五级啊，忽然没五级。还有点傻，这里呢丢一个飞碟，打一个这个砍切盾 A，然后呢再丢个飞碟接个 AB，先把这个吕蒙搞死，再单打这个曹彰，啊问题就不大了。吃加血啊，别被他打死，吃点加血小道具，OK 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曹彰身上有一个时间器啊，我本来不知道，结果呢用这个诸葛亮打连招呢正好啊正好就可以了。然后呢他这个版本更新之后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点啊，就是什么呢？A 人物的升级呢也可以自动取消了。就说呢，你拉一下左，拉一下右，都可以自动取消了，这一点挺好的。这一点的话呢，让这些不太熟练这个像诸葛亮这种双劈的这种不太熟练双劈连招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连招收全了啊。这个系统做得不错。这里呢，直接拉一个时间器没用，我就不捡了。然后呢，再来我这里呢打这个曹彰呢，就是等着起身出一招，打一个 BA 9连，最后等他再出一招，直接拿下，完事。一套小八连带走，曹彰令拿下。因为的话呢，这个曹彰令的前期这个刷分能力绝对是，其他的令牌比不了的。然后呢，有个抽奖令牌，我这里呢再抽一下无名火啊，没什么大用，我这里直接捡上忘了。
把这血书烧了啊！各位捡无名火的时候呢，一定要看身上有没有几样道具，比如说呢，这个无名火捡之前呢，一定要看有没有血书啊，有没有史籍残页，这两个是比较关键的。然后呢，我这里呢是拿这个刀兵令的刷点分啊，小刷点分，把这个等级先补上来啊。这个没有等级还是不太好打的。这里呢继续砍，倒地没事，这我开的是这个普通难度，不是普通难度，开的是这个剧情模式啊，这个砍一下不疼，没有开排行榜。这里呢拿下 ，OK， 咱们呢召唤工具人马超啊，召唤工具人马超。召唤回来可以了，这里呢先开 AB 让马超呢先死亡啊，因为的话呢下去的话呢两个人打呢下边有火箭，然后呢让这个马超先死掉，别碍事儿，走直接下来，之后呢切回来切到这个诸葛亮位置，拿这个火书捡上，加血捡上，然后呢拿这个曹彰令盘扫一下，一下值40万，啊非常的加分，狂扫。你看这个分数呢直接就能提到将近10级啊，直接就将近2000万了。全扫死之后呢毒气捡一捡，然后呢切成马超让马超去死啊，因为的话呢马超如果不死的话呢咱们这个啊走不了是吧，他会把屏幕拖着。这里呢我来看啊，大神对于血量精准的掌握，一下，哎，两下，三下捡死之后啊让诸葛亮捡就完事了。 OK 啊，这里呢切回咱们的诸葛，捡上火箭走人啊，走人。这样的话呢第一把剑已经拿下啊，咱们呢继续往前走，黄车弓丢掉，因为呢前面呢我需要捡一个隐身衣啊，这个捡剑的话呢还是备点衣服的好。然后呢看眼身上的道具走啊，直接呢选一个莲花，前面呢炸一个铁甲令问题都不大，捡个衣服炸个铁甲令啊，那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把铁甲令拿上，拿上铁甲令直接换，换上铁甲令出门就被砍倒啊，兵有点太多了。这个第二剧情的话呢几乎每一个画面呢都是一个八兵啊，都是一个满兵状态，所以说的话呢兵还是有点多。这里呢站好位啊，因为的话呢剩两个兵就会出孙鸡啊，这个比较诡异的一个设定。然后呢孙鸡还是老套路是吧， A 两下撞 A 两下撞 A， 一套七再来一套六啊，两套带走啊，依然是清满的老套路。这样的话呢孙鸡就搞定了，再砍一刀升个世界完美。然后呢捡起娃娃，我这么跑不起来呢，之后呢捡起修剑啊，可以了，大概就这样。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关随一个什么东西啊，随一个什么东西。第二关的话呢如果随到血战夺荆州和定居斩夏侯，这个就凉了啊，就凉了。可以大意失荆州，这样的话呢随到这关呢就是可以直接那啥了，可以拿到和氏璧，这个六剑七剑或者说六剑或者是七剑就有了。这里呢我故意存一个土雷啊，然后呢用土雷炸一个这个老虎令捡上，因为呢有这个老虎令的话呢就有头盔了。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把铁甲令先用了，腾出一个道具格啊，腾出一个道具格，因为这里呢你再用曹彰你道具格腾不出来，所以说呢咱们赶紧腾出来一个。建议各位啊玩这个无双版啊，建议各位玩无双版呢要有一个好习惯，就是说呢时刻呢留出一个道具格，除非你实在留不出来了啊，除非实在留不出来，千万别像那个空白似的啥玩意都往包里捡当个宝似的啊，捡一下什么招安状了傀儡娃娃了，捡一堆一捡没格了又捡不上了，快帮我捡一下大哥帮我捡一下，哈，一整就这个是吧，千万别像他似的。 OK， 那么呢这个位置呢咱们继续用曹彰扫一扫，曹彰这个扫的话呢建议大家 A 一下呢，然后呢六六 A 一下六六 A， 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体呢比较流畅不挨打啊，然后呢这个小兵呢也能全给他扫倒啊，这招是比较好用的。然后再来你看扫一下再扫六六 A， 扫扫扫六六 A 搞定啊，然后继续往前冲，小兵全都聚过来 A 六六 A， 你看这一下啊，很群攻，很群攻，全部击倒，然后呢，之后还有一个令，全给他用掉，刚好呢，道具格也能省出来，啊，刚好也能省出来。这里呢，继续再扫，左次来了，但是不要紧，先扫小兵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慌，继续攻击，我攻击搞定。之后的话呢，这里我看啊，我这令牌拿刀兵令呢，撞个史记残页啊，我是准备撞个史记的，虽然说呢，可能，不一定能合成铠甲啊，不一定能合成铠甲。但是呢我这里是有啥呢，因为我身上无名火已经先到位了，所以说呢后边我捡这个血书了史记了再捡个雷神锤了也就够了啊，我是基于这个考虑。只不过呢唯一可惜呢火书被我烧了啊，当时捡的时候也是忘了啊，打了好几局，这里我忽然悟出来了诸葛亮撞不了啊，这一刻我悟出来了诸葛亮撞不了，那么咱们就换小兵撞啊，诸葛亮撞不了咱换个刀兵看看刀兵能不能撞啊，一定要想办法。这里啊你看我撞
撞，找位置，撞，撞，我撞，我撞，好像也撞，哎，能撞，能不能这里确定到命能撞，咱就找位置撞就行了。这个位置真的是有点傻。哎呦，哎呦，跑跑，让你啊，好，终于撞出来了，捡上。然后呢 ，BA 开始这个啊狂杀，一顿小 BA，AB 也行啊，其实因为这个左慈死亡呢爆不少的加血。再来，这最后、没什么是吧？这咱小的时候玩的火箭诸葛亮打左慈就这么打，没什么问题了，给了一个 AB 啊，直接拿下。之后的话呢，这个貂蝉啊，我推荐大家用火出啊，这个不推荐用幻剑连啊，因为幻剑连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不是很稳啊，推荐大家一波火出一顿 AB。80%-90%的话呢都可以搞定。这个位置的话呢，这个大哥说你先记录一下啊，当时也跟这个点播老板啊，这个老年一手他老板呢这个沟通过是吧，因为呢前面我那个开场放的那个 bug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是吧，动不动就死机了，所以说的话呢为了预防这个 bug 呢，我就存一个档，存一个档，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如果我是自己操作上的失败咱就从头打，然后呢如果是这个 bug 上的失败啊，咱们呢就读一个档啊，就是存档的一个目的。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好像没打啊，果然这里我思来想去的话呢没打这个孟获跟这个不是没打这个沙漠哥跟护水的葫芦娃，因为的话呢我主要这局是捡七剑，所以说呢我核腰带肯定是不够的，那么呢这个啊就不研究了。我这个位置呢傀儡定住啊，你看教大家一个这个版本打这个貂蝉啊出吕布的一个稳定的方法，傀儡定的板边一本火书连续烧摁都不用摁。然后的话呢等貂蝉这个落地之后呢就剩这点血了，开 AB 一个两个三个就连续开就行了啊，就连续开就行了，五个 AB 啊，一本火书五个 AB 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能打出 AB 蹲连或者 AB 什么连招的话呢也行，那样最好，打不出来无所谓啊，就开 AB。 然后呢貂蝉抱的所有装备呢我直接啊都给他捡上，咱上来拿一个电剑啊，这局主要是拿剑啊，其他的都无所谓了。之后呢上来之后呢，因为咱们也不合书了，所以说呢这个天书呢咱们直接就给它丢了啊，封出青鸟问题不大，丢掉。然后的话呢捡一个飞碟，捡飞碟，捡飞碟，捡一个加血，开个 AB 清一波大鸟走一个 BA。 然后的话呢这个吕布呢可以用这个貂蝉来打，的话呢这个貂蝉大吕布本身有加成，然后呢援军令貂蝉呢是一个二倍伤害，比这个火箭幻剑连来的都要好用。这里呢我是打了一个火箭幻剑连，看这个伤害的话呢感觉不如来貂蝉来的快啊，所以说呢后边我呢不打了啊，直接换貂蝉。傀儡招安貂蝉一套连招带走，因为呢貂蝉打死呢还能收个吕布令啊，所以说呢这也是我用貂蝉的一个原因啊。四下 A 织女穿梭啊，然后呢八人 A 织女穿梭拿下吕布，获得貂蝉，不是获得貂蝉去了啊，获得吕布。先捡剑，先捡重要道具剑和赤壁，先捡这两个重要道具。捡上之后呢小黄书啊，小黄书这里我没捡啊，对，小黄书带不到最后，因为呢这局我要捡七剑啊，这个九壶的话呢想要一下啊，貂蝉丢掉，貂蝉没用了啊，貂蝉的话呢去打这个吕布是有点用。然后呢把老虎令丢一个，各位啊，老虎令要丢一个，因为的话呢这个老虎的话呢我拿它主要是为了拿头盔，有头盔的话呢我这个加气速度上来，我这一局游戏的话呢打起来就要快很多啊，这是头盔的一个好处。然后呢这里我们来看啊，这个位置呢清个兵 AB 清个忍者 AB 清个忍者，然后呢电剑，电剑清铁甲啊，这都没什么问题。这里呢继续，我想先把这个精英铁甲打死，因为我怕我上老虎的话呢被这个精英铁甲开无双给我搞了，我怕这个。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一看精英铁甲 得扎这么多下，我算了，我顶着干吧。这里的话呢剩一个铁甲的时候呢就会刷这个天神这个巧，咱们呢直接换老虎扑死这个巧，就有一个头盔啊，这头盔的获得方法。然后呢咱们继续杀这个精英铁甲，这家伙挺抗打，挺抗打。然后呢圣人的道具呢这个九壶没用了，九壶直接丢掉。然后呢这个吕布呢我是想把这个史记残叶呢一想也丢了啊，本来是想留一留的，后来我一想呢反正我是什么呢拿七剑，对不对，我再拿个雷神锤，因为我在打最后一关嘛，七剑加雷神锤，最后我的衣服也留不下，头盔也留不下，我既然已经有头盔了，那么呢就没有衣服的位置了，所以说呢干脆就不合了。我这里呢直接一咬牙啊，就给这个史记残叶丢掉了，换上吕布打点分的同时啊，清兵也能快速一点啊。 boss 令牌的话呢除了孙姬呢基本每个 boss 令牌呢一下都是打40万分啊，这个分数的增加是非常的舒爽的是吧，这样呢不仅是加快了我通关的流程，也是呢能保证我有一个两亿啊，在快速通关的之下有一个两亿。
这就很关键了。OK， 咱们这里继续丢掉令之后呢，往前走。这里的话呢，有一个魏延啊，咱们呢把这个魏延记上，把这个魏延记上，换一个火箭清一波小兵，因为呢这里来的都是豹子，豹子驯兽师，火箭全放倒，换个电箭，清人电箭之后呢，一套幻界镰啊，魏延怕电箭，尤其是这个幻界镰，一套干了他一半血多。然后呢，继续等他起来，我想压起身没压到 ，AA 蹲 A 换箭带走，嗯，啊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再打一个 BA 一样的，最后呢这个单续个第八连，然后呢捡个魏延令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个电书的话呢不要，没什么用啊，一点用都没有，捡完之后呢你还得丢它啊，还费得个二变进是吧，所以说呢感觉没什么意思。这里呢直接换上魏延，这帮虾的话呢用66A 清，因为呢你平砍不一定能砍着他们，所以说呢用66A 清大虾，哎，一个66A 左右甩清大虾，忍者来了66A 左右甩，左右算，还有一批忍者，你看这个加分是吧？这个实际的话呢，它就不值得一用啊，不值得一用，直接丢掉是正确的选择。加完分之后啊，拿上这个张角机啊，你看各位是吧？这个很简单啊，这里呢就给各位总结一下，你玩这个无双版啊，无论是玩哪个人物，前期都这么打，用第一关的曹彰令啊，然后呢用这个后边的各种令牌呢，先度过前期。无论呢你是用 A 人物还是 B 人物，你先把这个命5000万的命加上。然后呢 ，A 人物呢等级你就先升到一个20级啊 ，B 人物的话呢等级呢你就奔着一个48，早到48就可以了。用令牌度过前期，然后呢用这个装备度过这个中期啊，无论是衣服还是头盔还是腰带，然后呢用这个你的各种这个变态的这个技能，无论是哪个人物的48级技能，或者是这个 A 人物的无限 BCD 啊，或者各种刀具啊，各种酒壶。各种动物书啊，来度过这个后期啊，这个游戏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就完事了。然后呢咱们来看啊，这个位置的话呢继续让这个陆逊鬼畜着，咱们呢来揍这个啊，好吧，这里我不让他笑了啊，这里的话当时应该是啊，对，我想起来了，这个是直播打的啊，然后呢这个好多这个兄弟说了赶紧给陆逊禁言啊，这里呢我直接给陆逊禁言了，不让他笑了啊，俩 boss 一起打，对于诸葛亮来讲呢，打这俩怪物的话呢问题不大，这里呢打一个破招连段啊，两个一起揍，然后呢别吸进去就好了，别被吸进去就好了，这个位置呢我确定不会吸进去，打一个 P 打一个 AB， 然后呢继续啊，让你笑，我把你腿打折看你以后会笑不笑了。这里再来一套这个撞打，这里呢是撞 A 之后呢打了一个20级的 A， 这个比较简单，诸葛亮呢 A 完之后呢66A 停一下，然后再接 A 就 OK 了，这样的话呢几乎这个最大伤害，再来个盾 A P， 这里是 AB 没出来啊，我这里呢没有这个组合键啊，很难受，然后呢又一套垃圾连招之后，赶紧把吕蒙打死，蹲打再见，这样呢结束这个吕蒙啊罪恶的一生。然后呢火书爆了没什么用啊，没什么用，这里呢看一眼还有三个格，把火书先捡着，想着到哪儿清兵的时候用一下应该是。那么 OK 啊，这个画面结束之后呢，咱们继续往前冲啊，继续往前冲。而这个如果运气好的话呢，单人应该能拿一个8件啊。我这个正常流程是7件，然后的话呢这个什么这个抽奖可以抽一个7星剑或者1件，但是没用啊，这个最高的这个拿剑加成的话呢就是加到6件啊，6件加成是最高的，拿7件的话呢跟6件一样啊，没有任何的用。然后呢6件加成加腰带的话呢应该伤害会更高啊，这里的话呢我劈了个雷霆万钧，然后呢这个铁甲我用铁剑清一下，这个精英铁甲呢怕爆剑啊，怕爆剑不怕电剑，这个挺奇怪的。然后呢这里呢电剑清马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头盔还是很有用的是吧。之后呢单出一个关羽啊，应该是单出一个关羽，第二关的话呢是单 boss 啊，然后呢后边的话呢都是双 boss， 果然啊单出一个二哥，那么呢咱们揍二哥一顿就行了。这个位置呢调度标，二哥出完招我直接抢，没抢过。这里呢换电剑把铁甲清一下，然后呢换铁剑，这里呢还是丢一丢道具吧，这怪的话呢不太让打，这里呢打一套小九连 P A 毒直接丢，没毒上，我调了个火书，我想的是呢给他打到碗边，然后呢丢一个啊，这里是丢错道具了，丢个火书哪里跑，哎，烤烤火了呀二哥，哎，真是个狗。好吧，这里的话呢这个狗呢不光躲过了的火冲呢，还给了我一个是什么啊，给了我个飞龙在天，我这里呢直接爆 BCD 了啊，因为呢感觉有点打不过他了。这怪说实话是挺厉害的，没有什么破顶，我认真的研究了这个二哥很久啊，他这几招的话呢 6A
AB 飞龙必杀，感觉毫无破点啊，你看是吧，唯一的破点呢可能就是飞龙的收招，但是呢你得打他浮空连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怪呢激进完美啊，打不过的包庇死地。这里呢毒气打一套连段继续，这个铁甲看来的快不快，我赶紧劈，不劈就给我砍死了，再必死地呼水，别死啊，尽量别死，能不死的情况下呢还是不死，然后再来继续呼，再呼带走他啊，这样的话呢保住了自己一条狗命。OK 啊，然后的话呢这个视频呢也是太久了，所以说的话呢依然呢我会给大家分三期制作出来啊，但是呢虽然是分三期啊，都是在同一天发布啊，所以说的话呢你在同一天呢就能看到这个诸葛亮七剑完整的一个通关了啊，就能完整的通关了。每一步的发布时间呢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啊，就是上中下三步，不到一个小时就发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就发一个，大概是这样，四点五点六点或者五点六点七点，大概就是这个左右吧。然后呢第二关一过我存个档啊，这里呢好多兄弟提醒我说存个档啊，要不然呢再出现像之前那个 bug 的话呢可能啊就要退役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看运气，你说再来点 bug 气不气人，对不对，气不气人。这里的话呢来到了这个血战杜金州啊，这关的话呢在你人物没成长起来的时候呢还是很难打的，该说不说还是很难打的，即便呢开的是这个普通模式是吧，还是不好打啊，因为的话呢这个人物呢你现在你说也没有个衣服加防御，也没有一个腰带和四件加伤害啊，就这么平处，所以说的话呢还是不太得。那么呢咱们就是依靠这个道具啊，这个莲花清兵啊，然后呢这个必杀啊，这个湖水或者是这个啊，或者是这个隐身衣或者各种东西，把这关先挺过去，后边天就亮了。这里呢打马王可以撞打起，这个清满的话呢把这个啊，清满和无双满呢把这个马王这个撞打受攻击的判定呢给它增加了啊，增加的跟普通 boss 一样了。这里抽个奖，漂亮，这个奖抽的真 nice， 一杆雷劈自己老脸上了。这里呢丢了一个莲花，丢一个毒，两个人一起撞，打个站蹲站蹲站 PA 哪去了，继续再丢毒啊，这个毒的话呢这个先不要省，因为这个夏侯渊这个怪物真的是挺能防的啊，挺能防的。这里飞碟撞一个加血，两个人身上有加血，先吃口血，然后呢这个黄石弓丢掉捡一个时间器，因为呢这关你打的话时间肯定不够啊，除非呢你是五叔的关羽那种强力攻击的人物，打这关时间能够，要不然的话呢绝对不够，所以说的话呢这时间器呢等于一命，一定要捡上。这里的话呢双杀 boss 之后呢继续走，一个张辽一个许褚，这里的话呢许褚有个血书，张辽有个什么东西我记不住了，实在是记不住了。这里的话呢我是跑跑位啊，跑跑位，万箭放倒一个人去打一个，还没打着，这里来了打许褚一套，张辽这里离得还是远，我这里赶紧跑，因为张辽是第一优先，这里打张辽一套 PAP 没连上，赶紧打许褚啊，你看这是兵的话呢在你开普通难度之下第二关还是挺呆萌的啊，挺呆萌的。这里呢再给张辽一套带走，然后呢再给许褚一套带走，打一个 P8A，这样的话呢 8A 收的话呢即便许褚这个劈不倒地也能连上。然后这哥俩来了啊，曹彰曹丕啊，两哥小哥俩飞碟捡上九个了，飞碟捡的多的话呢打这个武神就好打了啊，因为的话呢这里我要打个武神，因为拿毒剑需要武神啊，这里跟之前不一样了，不是说呢这个进这个电剑密室再需要和氏璧加电剑了啊，不是进毒剑密室再需要和氏璧加电剑了，需要一个武神啊，只需要一个武神。这里的话呢时间已到，我这里打一个撞打连段收招，再打这个小胚，哎你看我故意往下拉一段，好吧也没拉下来，应该再往下拉一点，再往下拉一点就好。这里呢丢个时间啊，嘘一口水咱再看，收掉之后呢往左下跑，因为这个哥俩出现之后呢就是夫妻俩了啊，夫妻俩的话呢我调了个火箭，夫妻俩的话呢一定要躲左下，如果有开场雷火箭呢单捅这个貂蝉也是比较痛的。这里的话呢是吕布身上有个道具啊，我这个忘了直接捡上，那么呢咱就火箭单捅啊。这里呢如果你没有好的换剑连的话呢，或者说两个怪干扰你呢，就用这个剑先给貂蝉捅死，然后呢再揍吕布一套换剑连直接拿下完事。 OK 继续往前走，前面的话呢也是一个戴维岩的双 boss 吧，我们来看啊，啊果然戴维岩的双 boss， 这里建议丢个莲花啊，因为呢这帮水兵呢不怕黄石弓，然后呢躲一个笑，调一个电剑，飞碟满了别捡了啊。这里的话呢当时打的时候呢也顾不过来哪个满没满了，捡了一个祝融令挺垃圾的道具，等会儿给他丢掉，
然后呢，这里用电剑单除魏延，实在打不过就电剑单除啊，就119套路。因为的话呢，这个 boss 野怪嘛，野 boss 没多少血，单除，你看单除就搞定了是吧？敲死，换剑，再把这个梦游拿下。然后的话呢，调个黄之弓，这个位置的话呢，要来这个曹操跟这个司马懿了。这里呢，黄之弓呢，先清掉大批的铁马之后，奔着这个曹操揍。这里我劈了个雷，躲一个位，防御。我想捡莲花啊，因为前面莲花丢的比较多。之后呢，调个飞碟，先把曹操搞死。这里又劈了个雷，反正就是先把曹操搞死，追地啊，搞死曹操。升个司马就问题不大了，是吧？诸葛亮打司马还是得过奖的。这里呢，捡上一个这个东吴说，然后呢撞出一个以神医啊，打双连的时候一定躲着点啊。这里的 boss 都有道具，再打一个盾联，马上调东吴说，因为要来六个沙漠科了啊。这里的话呢，直接给他们变上，别让他们笑啊。这六个怪物一起笑的话，你是真是处理不了啊！这里直接来一个动物书之后的张角金秒了五个，那么问题就不大了。吃完加血，最后一个呢随便打一套，再见。OK， 咱们呢继续往前走，迎来了这个更讨厌的这个 BOSS。我是真讨厌这个家伙，这个家伙我觉得，打哪个怪都没有打他这么讨厌，都没有。我们来看啊，最讨厌的葫芦娃登场。我这里呢是打点气，准备两次 BCD 啊，因为的话呢，我拿他真的是没什么办法。打他最好的办法是丢隐身衣啊，但是呢，我现在诸葛亮呢没什么输出，所以说呢，丢隐身衣也不见得有是太好的效果。那么呢，咱就护水啊，报 BCD 护水，护水这也能看出来伤害也是不太给劲，再护。继续。啊，这样的话呢是只能一个气呼三个水，因为的话呢这个它会进板边，板边出了效呢就会耽误时间，所以说的话呢原本能呼四个水的打它只能呼三个水了。再来啊，就靠护水打伤害，没有别的招。最后一水带他走。这里建议各位这个张灵剑不要扔啊，因为的话呢张灵剑的话呢这个畅玩空间这个平台呢是自带连点，你可以设置好连点，然后呢用张灵剑打武神，要不然的话呢那个武神你不一定打得过，是吧？然后呢好多人会问啊，这里在哪玩呢？在这个畅玩空间，最稳定的下法呢就是扫他的那个码，然后呢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就直接能下载。然后呢或者你这个这个搜索一下这个畅玩空间的这个官网应该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这个位置的话呢我是不太想开这个衣服啊，因为这个衣服呢我想留着打武神用啊，或者到武神实在打不过了。然后呢飞碟我也不能丢，我这里呢选择莲花加这个毒气筒的一个，这玩意真是讨厌。不但呢你看我进入他的身体也不行，然后呢我在边上打也不行，这里我一生气打个追地，打个毒气筒，打个 AB 直接给他拿下啊，散打。这个葫芦是真讨厌。这里一双鞋啊，我这里呢血书丢掉没用了。鞋的话呢没用啊，鞋的话呢哪个人推荐捡一下比较好用的啊 ？A 许褚跑得比较慢，或者 A 陆逊，这两个人的话呢配上鞋还是不错的。剩下的人物啊，在这个打这个关卡的时候呢，鞋都是没用的，除非你是打武将啊，打武将这个鞋是个好宝贝。打剧情的话呢，鞋感觉不太好用啊，除非呢你特别能适应那个操作。比如说呢你是这个乱世枭雄这个专门玩 B 人物的玩家，那么呢你拿上这个鞋的话呢就是如虎添翼了啊。这里呢咱们继续打打气，现在的话呢我需要打一个气，然后呢咱们这个上部呢马上结束了，前边呢打完这个白虎孙姬啊，把这个白虎孙姬玩完之后呢咱们直接啊这个上部就结束，然后呢后边呢咱们中部下部的时候啊到时候呢再继续啊继续了。这个地方的话呢使劲往前跑，然后呢会有一个吕布劈雷，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小兵没差不多的时候呢咱就往右上角站，快跑，吕布来了。然后呢拿一个莲花先把兵清掉啊，然后呢我这里丢了个雷霆万机吗啊，我以为这个我是丢了个莲花呢。然后呢继续，我这里换一个火箭，准备换箭连，一个换箭连把它带走。哎，这吕布老往这个电线杆那跑，不是老往这土木桩那跑。这里呢又来了，是棍兵讨厌啊，这里棍兵赶紧，我这里是谁给我放倒了我都没看着啊，兵太多了，赶紧把这棍兵清掉，然后呢换一个这个还没死，手里呢切一个火箭，一套黄金链给他带走，找机会 AA 起，哎贼心不死来了 AA 哎这没招了，反向蹲 A 换箭，这就是一个临场的一个反应了
啊，这个吕布的话呢换了一个身位，所以说呢只能往左的一个蹲着呀，宪法呀。然后再来这个位置呢，老虎加孙金的话呢建议各位湖水，建议各位湖水，因为呢你在有头盔的情况之下，这个在赛道里边呢还能把气打满，所以说呢建议湖水。这俩怪呢你说好打吧，不是那么太好打啊，因为这个老虎会一个防御，会招这个半屏的这个电虎，然后呢这个孙金的话呢总防御，所以说呢这个白虎孙金呢建议还是呼个水，然后呢一个准呼四下之后的话呢再平打就完事了啊，就完事了。这里呢有条好毒，我可能呢是等他们护水结束之后丢个毒，结果那俩怪站一起了，这个毒可能就不会丢了。然后继续我一个万箭放倒一个，然后呢这个平连一个，你看这个孙金他老防啊，这里继续万箭放倒平连孙金，打一个六六 A 二十级的 AP， 哎蹲躲老虎，跑位躲老虎，然后呢万箭放倒继续揍啊，这是主要的套路啊，这万箭别都放倒啊，放倒一个，哎玩不玩，哎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找机会就揍这个孙金 P 再见没再见了， A 反 A 蹲 A 没接上， A 敲没死， AB 气死我了，没 AB 还是冷静的打了一套连招，之后呢换一个火箭打老虎的一个火箭换箭连。然而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老虎并不怕火箭换箭连，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意外啊，老虎不怕火箭感觉很神奇。那么好吧，最后的话呢墙角呢压死这个老虎呢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告一段落了。这里的话呢我是本期的主打者和解说者啊，先提前感谢啊各位的收看了，那么呢咱们这个啊视频的中部再不见不散，拜拜。